今天要做清蒸乌鱼标，乌鱼标买回来要好好洗过，轻轻的洗，洗过先装盘，再洗一次，水倒掉后加米酒，加差不多量的味淋，加差不多量的酱油，搅拌均匀。这次我只煮一半，装盘后用剪刀剪一剪，撒一点蒜或葱，撒一点蒜末，电锅一杯水，按下去煮，跳起来就好了。乌鱼标的鲜味十足。